Olympus Pen F 系列的 Pen FT， 然后它算是 SLR 系列的半格相机，然后它的好处是它可以换镜头，它这个反光片就是比一般的还要小一点，比一般 SLR 还要小，也比较安静。然后这颗镜头是41.4，最大光圈1.4，最小光圈16，非常漂亮一颗很完美的镜头。摆上去之后算是拍人像，拍街拍也可以，人像也不错。然后底片的计数器是可以到72张，然后过片感非常漂亮。